亲爱阿妈甲阿姑阿金平安，感谢恁的辛苦。最近读马太福音有真侪的新的领受，特别是心内相信、嘴里承认就会得救的这个贵重的恩典，是会行出军队主耶稣基督的行动，就是甲信心相当的规矩。若无，伊的相信就可能是假的。